大家好，我是小杨哥哈，今天是大年初七啊，咱现在去一个犬舍，去帮一个广东中山的粉丝去拿下一只中亚牧羊犬公的哈。我刚刚给那个养殖户联系过了哈，他家还有现在是能出窝的有四五条了哈，咱现在就过去看看去啊，走，来看一下啊，今天是大年初七啊，咱来犬舍里面来挑选中亚了哈，一个广东中山的大哥，他喜欢中亚，让我帮他买一条啊。看看，这是狗爸爸，他家当家的种公，这边是狗妈妈哈，你拿出来啊，是吧，大哥？要公的哈，剩下的全是母的，这一窝剩下的全是母的哈，这个大哥就要公的，这脱斑不是太好啊。他现在往疫苗打完子之后，可能是正常喂他，因为疫苗期间不能喂太多。疫苗期间不能喂太多，容易撑到哈。得重新喂，就超一口。现在有多少天了，大哥？这样有多少天了？这个啊，这是王明后山，就是1800。我有多少天？这是62天。没胡药，就是1800块钱。我说实价。像这样的，那实话实说，太瘦了，咱卖给你。你等有心情就好了。1800，我这样的给我有点难卖。下次来你看，你看那还给我整了，全部都给吃肉，不用。下回啊，那行。这个大哥喂的狗可好了。小时候胎那么瘦都一样的，你看长得最后。这个哦。来看看啊，有没有喜欢的哈？这是1800的，如果要的话还能小导一下。你问他硬货，我让大哥要看硬货。硬货厉害了哈！啊，走，看硬货。你搞看，你抱过来多少了？那么多嘞，哎呦！你先走走吧，来，好家伙，哎呦，这个好。这牛逼吧？我看看啊，这个漂亮啊，这有多少天了？这是80天。80多天的狗哈，现在多少斤了？包底的35斤。包底35斤，这是公的母的？公的哈。哎呦，我的天哪，虎头虎脑的哈。哎呦，真壮！你能抱几个？我咋看还有嘞？我先看这边还有这个颜色。白虎斑，白虎斑，黑虎斑。给那个银渐层一样的颜色哈，对，给雪豹一样的颜色，第一次见这种颜色，这是啥家的大哥？这是26的。这里边有公的吗？两公一母，这是公，这是。你给我拿个公的行吗？这里边银虎斑的，我看看。你没见过银？真没见过，这是发誓啊！我发誓，第一次见这种颜色的虎斑啊！来，银虎斑。银虎斑哈。来，走，蝎子漂亮吧？你放在那个闸洞上，咱看看行吗？行，以后把您卖哈。你粉丝经常给我拿过，对，咱家粉丝经常来拿他家中亚哈，看看，哎呀，这边的中亚哈，确实壮哈，头版不一样，看看，哎呀，这几个月份都不一样哈，肯定不一样，那个狗妈妈都不是三个狗妈妈，这个是另外一个的狗妈妈吧，这是三窝狗吧，对，三窝狗哈。你给我报个价格吧，大哥。都是说最少多少钱？那合成能那？这个是3800，价不换。这个是3800，这最大的一个条是吧？看这头版哈。那个呢？那个银虎斑呢？银虎斑，我也不银虎斑了。有银渐层颜色。你看看。2400。2400，这个小的呢？那个小的1800。对，我说的价都跟你说的都一样。你稍等一会儿，我又给那个大哥开视频看，他喜欢那一条，这还都是公的吗？家里还有几条公的？公的得有将近得有20多条吧。那现在只还有5窝，还有5窝呢，还有5窝小狗。两针疫苗了。5窝2针，这些都是打齐疫苗了。这个呢？这个打齐疫苗了吗？疫苗齐全的哈，看看，这个狗多少斤了？那个那么大。那狗反正保底18斤，这大的保底是35斤。这里边是年龄最大的是哪一个？年龄他有多少天？他是98、80天。80多天没有，八十多天这个。那是六十多天的。这个呢？那是个六十，那是六十五天。那个哪一个？我这样的，都这样的，两个黄的，1800的，1800的是多少天？1800的。2个月。2个月，银虎斑呢？银虎斑就是2个月待8天。2个月待8天，那是80天了，你选出他都八十天了，我靠，他那个这个骨架那么大，他娘就180，娘就卷到我这没牵出来，狗妈妈都多少斤？
180多斤，狗妈的180多斤哈。行行啊，稍等一下，我给大哥开个视频，让大哥看看他要哪一条吧。来看一下啊，最后我和大哥开视频啊，确认是要这一条了哈。这条最牛逼的这一条啊，最壮的这条，最后的成交价格是3400块钱啊。这大哥我磨来磨去，又让了我400块钱啊。如果这个有要的话，可以。价格都可以再商量一下啊！来，大哥，你给我找个笼子，给我送过去呗。去我山上，我这个笼子，你太大笼子。好，大哥，行，辛苦你一下，给我送过去吧，送到我车上去啊。对你的粉丝得负责，给大宝弄好。得必须的哈，以后我还得卖那家中亚的哈。衣服都没换，衣服都没换哈。你看像我衣服。大哥，你辛苦了，辛苦了啊！大哥，你把那个给我抱过来，我再看看啊，展示一下。我大哥也是不差钱啊，一眼就相中这条狗了。漂亮，你给我说实话，这条狗能超过它了不？我说你要是这个狗屎你能跟上的管，但是你别说现在喂馒头，我没啥说你了。得喂什么？因为这几下子踩的狗粮了，对吧？喂喂，稍微得带点肉。好，那我懂了，那我懂了，得吃肉啊，必须前提条件必须得吃得好才能长得壮。你给它吃的都是那些孬的东西吧，狗粮的话，它肯定长不了那么壮。行，好嘞，大哥。漂亮漂亮啊！他家还有好多，你家不这边还有虎斑的呢是吧？对，虎斑的都啥家？虎斑的跟差不多，看月份看品相。看月份看品相，行，来关注一下啊。